这个接力赛啊，106把，我们林立然老师的80的稳步战啊，这个开创局面。我们彰化县，我们一直讲这个过去我们常常讲，台湾整个发展一府二路三弄甲啊，二路我们彰化啊，所以这个彰化一直是这个历史悠久啊，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大县。那这个28年来，哦，我们美术家接力展到今天106把，啊，所以每一次这个美术家接力展的时候，我们都非常非常开心，啊，那看到我们彰化县的这个艺术家，这一棒接一棒的把很好的艺术作品啊展现给我们所有的乡亲。一件艺术品的创作，常源自内心的感动。在生活中不断的历练与生涯成长，展现我们生命中的智慧与创作的勇气，愿大家体悟宇宙造化之美，让我们的生活赏心悦目，使我们人生增添美好的色彩，使艺术的生命奔向永恒啊！最后我们再祝贺林立然老师啊，现在我称他老师了哈。这个展出圆满成功。艺术创作本身就是你本身要投入，而且你对艺术的内涵要深入研究。当看他的作品里面，很多你说脏话，你去跟那个他很紧致。艺术创作本来就生活和你关系，从古至今，